可以可以啊，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为什么我的是白痴？我不知道，他随机的。我到底在哪里啊？当，随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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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到峰哥旁边，你欢迎各位。你真的是怪第一个。这个位置要进来，好像有点痛苦啊。这是什么？好呀，好呀，马克杯。哎呦，马克杯！盖到重点了吗？快快了快了！请问盖到重点好坏？黑黑的，这是什么？黑胶底片。这个很多人会来买的啊。很多人来买。哦，哎，是这个吗？马吉？不是不是不是。就说是水晶饺呗。所以我们是要怎样？不是抢答了，不是抢答，对，要自己命名，自己命名，自己觉得的，自己想。好呀，好奇怪耶，什么东西？对，看到重点了吗？看了，现在我觉得被一堆人盯着看，盖压力好大，超大，超大。真的，还要再一圈吗？把它转转围住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啊？有啊，已经盖好了。啊？是，没有没有，还没。啊？它是一体的，一体。你是用水的液体，还是液体成型的液体？水液体成液体，对，液体成型的液体，对不对？水的那种液体，它是液体，所以这是应该是玻璃，黑黑的水，黑黑的液体啊，可乐，可乐也太烂了吧？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有啊有啊有，然后里面再加个水，就像黑糖超冰，里面再加水是不是？你要想象是水。就是液体，可是你的想象跟我们是不一样。对啊，我们脑袋是不一样的。黑黑的东西啊，它是用什么猜吧？里面是水，不是水，是液体。液体，黑色的液体，墨汁哦，买墨汁，哎呦，伴手礼送墨汁，台湾特产的墨汁，还是那个吗？茶叶伴手礼吗？红茶，对，伴手礼。墨汁啦，墨汁。所以是呼呼声，我听到。好难哦，这是很高，这是什么？很难哦。酒瓶，精油，防蚊液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不能说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应该也是蛮有名的。我猜这个好不好？我猜这个。我准备好了。要来了吗，大家？我还没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抉择哦。第一轮如果都猜错，我们再下一轮。我们数到三一起放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对啊。我猜这个了。我猜这个。我好了。好。黑色的，我一定中啊。我一定没中啊！我大概只能猜这个了。闪闪的逻辑，对不对？可以啦。好难懂。到底是什么？大家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好的，我要直接公布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要放，然后你看有没有，我们一个一个揭晓啊！三、哦、二、一，放。啊，香水。火山泥、金兰酱油、有巧克力、酱油、香精油，我中了是不是？金兰酱油、金兰酱油，你看，我就说我懂他，他这种抽象脑袋，原来吗？因为他最后，他最后还盖个瓶盖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全部都黑的。你这样子，我都要猜金门高粱了嘞。里面他就说这个，不要他，你在说阿迪的，哎，不知道那个是喵花的，不要他，这个也太好了。我刚想说他到底可以猜火山泥手，
补脸的、啊，我三瓶都有摘嘞，香精油，哇，这很有精油瓶的感觉啊，哇塞。我觉得我能够猜中，有种好愧疚的感觉哦。我的脑袋怎么了？为什么我可以猜得中？很厉害，同一个 label， 你懂他？我不想懂哦。你懂？超不想懂的。你懂？你很了。烂透了。而且你的底下、哦、底下也太胖了。那么想说。酱油不是有那种比较短的那种胖胖瓶吗？胖胖瓶嗎？它不是有个把手吗？但也不会忽然间的，对啊，有也有把手啊。不是有酱油绝对不会盖这样的。哦、你如果旁边有红色的把手，然后什么红色瓶盖，应该会。我觉得至少加个把手啊。这样我会猜那个补膜的药品、欸。蓝水有没有？蓝水哦。没有，他有说把那个水想成黑色的吗？嗯、真的，好难懂、啊。原来，压根都不会懂。哦，白星这个。哇耶！而且你的盖子要改红色啦。对啊。应该说整个瓶身都要变不透明的。可是不透明就看不到你是什么啦。我觉得不行，这个我不行，这个我不行。再一场我不行，再一题。再一题啊！整个都不行了。哦，完了，我不行。我还是要换阿比盖啊！啊，什么？我也是出了名的盖，不知道我在盖什么哎、欸，所以才要让我们猜啊！所以才要猜啊！绝对不是霸凌你啊！赶快盖阿比！要盖什么啊？一样是伴手礼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快点啊！好了没？还有什么？我们会不会又不了解台南的伴手礼卡？不是，台南伴手礼我真的猜不到哎、欸！他刚刚那个超级难的、欸，现在 Google 台南不是啦，可是我觉得我盖这个会超明显的、欸。好啊，好啊，不行，我觉得一定会弯掉。我想一下。我看到了那个腹黑阿比，怎么啦？我以为你盖好了。拿出绿色的就要猜什么仙草洞，还是仙人掌枝？仙人掌冰。仙人掌枝是红色的。红色的吗？哦，对哈、哦。斯乐冰。哦，绿色的西瓜。西瓜。哈、哦、记。海草包。海草包不是啦。那等下拿出红色的有没有？你知道绿岛的名产就是那个海草什么东西？海草一大堆。那个很好吃啊。西瓜。不是，这是不是念台语的东西啊？西瓜冰，哈记西瓜。哦哦哦哦哦！哇，先打啊！白板，鱼板，是啊，零木鱼。好了，好了吗？圈圈圈，你要再盖一个叉叉吗？不是，我觉得快笑死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啦？我觉得我好像猜到了耶。他这样子你就可以猜到？真是太神了吧！这样就可以猜到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有白白的？在猜什么？乱猜什么？我看到像是绿豆糕啊！真的、欸，我本来想猜这个。那个草，这怎么念啊？这白白的，台语怎么念？超贵，超贵，超贵，不是啦，超贵啊！今天才吃哎、欸，阿比超贵，不是啦，阿比超贵，你是想要骂人是不是？这只是背面的，它有背面的巧克力，它有背面，背面，它有背面，啊，背面长这样，好像是棋盘似的、啊，好像是绿豆糕，豆糕这是什么？原来是象棋啊，棋盘似的绿豆，围棋啊，围棋，围棋，还是五子棋？五子棋，五子棋，还有没有连线了？白棋获胜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白棋，白棋赢了，什么？熊猫豆腐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出来，大魔术熊猫豆腐，大魔术麻婆豆腐，不要朝那个方向去猜啦。我猜了，我猜了，我猜了！哦哦哦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
好了，我盖好了。先 Google 看看。盖好了。是不是这个？我好怕你们没有人猜出来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它上面长一根，我有点不懂。不是那根是什么？最后那一根是什么？你们是这个啦，没有别的、啊。嗯，对啊，除了这个就还有什么？不是吧，我靠谱了。没有别的、啊。等一下，你们真的又是这个、啊？你们这是什么？你是骗有自然哦。这个是破面啦，因为我觉得盖一整个你们自家。是四家大魔术，旺马魔豆腐，是四家，四家，太好了，闪闪懂你哎、欸，哇，闪闪你居然可以懂，哇，我好厉害，你们想也太好笑了，四家的纸比较少啊，你看那么多，四家，你的纸强调啊，没有，不用强调，是强个头啦，没有多，四家的纸就在。左右两侧哦，没有啦，我才刚买很多，刚买一篮四家回来，一千块可以买多少四家、欸？哎，一千块可以买多少？台中一篮一百啊，一千块的四家可以出多少个纸呢？不然你要，而且它不是比较接近中间吗？没有啊，它而且它纸至少一颗一颗分开的嘛。对啊，它是包住了吧？你们盖火龙果吧？哦，火龙果哪会是绿色的啦？你还没熟啊？你外面改成红色就像啦、啊。自家。这是在盖棋盘呢、欸。这两个人怎么了？包纸啊。两个人。自家要怎么盖啦、啊？你背面怎么要出纸？这样都比你刚刚盖的还要好啦。就只差在前面而已吗？不应该批评你的，你盖的很棒啦。你很棒啊，你很棒。已经放弃了吗？你盖的，你盖的很好啊，你盖的很好。完美，完美。该休息了，该休息了。真的累了，累。因为四家上面有一根哦，就是有一个那个、啊、有一小根梗吗？对。拔啦冰果你还可以再盖一个出来啊，说不定也不错。棺材板呢、欸？一个果肉。哦，你说这样表达他的？好啦，我不知道啦。你为什么要出四家啦？我本来那个刚刚那题就是要出四家。四家只有台湾。台东住太久了。对啊，第一个想到就是四家，后来想说不要好了。可是四家只有台湾吗？没有，因为就是很多人会到、哦。对啊，去台东玩几乎都会买。那请阿比买那个四家，还有那个四目鱼 Q 饼，没有吗？四家请妈妈寄过来就好啦。天哪、休息了，休息了。金兰酱油，四家哇，大家。崩溃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累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累了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些东西，不过居然能够猜到，我觉得这个是太莫名其妙啦。尤其这个四家真的太夸张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大家那个盖东西，请用点心。对啊，每个人思考不同，但至少好不好？这个特产，这些特产，大家如果出门在外，或者是你有朋友，对不对？想要来购买一个特产，你不知道买什么，有没有？这些东西都很值得推荐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笑得肚子好痛哦。喜欢这部影片，喜欢这个系列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留言，并且订阅我们。咱们下回再会啦，金兰酱油。四家，拜拜。